现在早上七点过啊，兄弟们，把这个小宝贝冲一下，再去医院接我的另外一个小宝贝回家了啊，然后让我妈妈跟着我一起去把小宝宝接回家。你们猜我现在的心情怎么样，兄弟们？把这个小孩子的衣服啊，还有需要的证件啊那些带去，就可以把他接回来了。给你们看一下，去接小孩子的时候需要这个，他出生的时候按的小脚丫，还有需要我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啊，出生证明的复印件，这些就可以把那个小孩子接回家了啊。现在准备出发医院，然后谢谢所有好朋友们的祝福，过两天就要好好去上班了啊。